我的汉语不好。我的汉语没有好。我的汉语没有好。我的汉语不好。不好。我听不懂。我听不懂。难跟谁？听或听。听。不懂。难跟谁？不懂。什么时候开学？工作早有错没走。什么时候开学？什么时候关注？什么时候开学？我没想了早了。开学。一个学期的学费。您手里拿几卷费吗？一个学期的学费。是多少？多少？是多少？一个学期的学费是多少？一个学期的学费是多少？我们作业没合理的去使用 semester。